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慕容悠。今天我们看实况炉石战记，我们要用的角色是法师，开始吧，一般对阵。对付君啊 ！My magic will tear you apart。帅哦，死怪！这个这张留到换掉，哈哈，不错嘛。那我是仙宫，没有金币，怎么会这样 ？Hello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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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龙的呢？是上哦，竖着回。还好省了这两张，刚刚没有用掉这两张，六点伤害。怪，哈哈。是啊，这也太强了吧！那就是。流绿色的口水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大大大要支援的 Abomination。强化，不错。没中，太可恶了！数一回，甩哦，还有两张。It's time for a little blood. 哇，要出现了！这也太强了！抽一张再说吧。打他，数十回合。这两个矮人跟石怪，唉，不太好用。点伤害。
这下好玩了，四只。分身术。